这个月初，山陀儿台风肆虐高雄，人车不敌强风吹拂，全区无一处幸免，树倒的倒，招牌掉的掉，灾情惨重。赛后市容好不容易逐渐恢复，现在台风康瑞又来势汹汹。就担心雨水宣泄不及，倒灌进了路面。高雄市环保局总动员，古山区这边派出多人清淤，而三民区动作同样不停歇。高雄市长陈其迈在28号提早发文示警，请大家持续留意。以往底下都在讨论台风假问题，这回几乎都团结一致，拜托台风不要来。还有人向他喊话：“小康不用来玩，这里暂时不缺水。”再来高雄的话，树都要没了啦。希望是就是破国神山把它就是消灭掉了，希望是不要放。台风来会损失很重，希望他不要来。大家有工作做啊，随时在监控啊，整个包括啊各流域啊以及啊这个雨势所带来相对的影响的时间，好提醒所有的民众能够做好相关的防台准备。天灾的力量无法抗拒，现在只能透过完善的防灾动作，盼能成功降低伤害。华视新闻网邱显雄、许富天高雄报道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